哇，很棒吧？对啊。法式的番茄吐司，宝贝，你要跟爸爸吃一些面，还是吃妈妈的？看我煮很好了。真的哈，很好。登记试试的通过就是基本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吃番茄春。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点的。对，上次我点的是我老婆点的这个，我推荐她的，我推荐妈妈的啊。你要吗？这个是他们的招牌啊，猪排法式番茄吐司套餐。爸爸今天有点那个面，我还要点面了，我想吃。那你帮妈妈吃那个吐司跟吃薯条，还有一些小蔬菜，可以吗？我可不可以加三明治啊？你可以自己把它做成三明治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它是把它分开的，面包，然后蔬菜，然后番茄，你要加肉吗？肉片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你光吃这个吐司就很好吃，我可以拿。啊，比我先收起来。我上次点了这个，我觉得很棒，所以我推荐。那帮你加番茄还是加玉米？帮忙，帮你加个番茄吧。好，我有啊。你不要夹，他不要夹，他不要。上次我有问过他，他跟我来吃的时候。这样可以吗？我把他餐具。餐具在我这吗？等一下。好。然后现在时间已经是下午的1点了。1:20了耶，我老婆今天也是让她睡到了中午，她没有吃早餐，所以这是她的早午餐。我跟彤彤有吃，而且我把妈妈带回来的草莓果酱吃掉了，我把我老婆带回来的草莓果酱跟彤彤吃掉了。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嗯，彤彤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那我那个妈妈可不可以给她买？嗯，然后我点的是，我老婆点的是他们这边招牌啦，我推荐她的猪排法式番茄吐司套餐，129元，这个，而且它吐司不是一般的吐司，它是番茄做的吐司，然后再去裹蛋汁弄成那个法式吐司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所以我推荐他吃。然后我自己点的是意面，我点他们的番茄意面，我看他外面的照片，他那个面是番茄，是加番茄做的，你吃过了？哦，那我点的是意面啊，没有，加番茄的意面啊。没有啊，加番茄汤啊。真，面条不是番茄做的。不是啊，因为我之前不就点过了吗？哦，所以它是乌龙面才是番茄做的乌龙面了。它的番茄只是汤头嘛。可是我看到照片，面是粉红色的，所以它可能是要还是红鱼面，要加成乌龙面，升级加乌龙面才有。我是讲的。等一下看就知道了。我记得我之前点不是啊。嗯。然后饮料就是这个，饮料有加15元。你有这个呢？你有餐具啊？饮料加15元变成这个苹果红茶，本来是一般红茶，这个是套餐，15元苹果红茶。我们最近还蛮喜欢番茄春的。你看，你这样子可以自己把它做成三明治啊。你这个两片夹起来。彤彤，你是第一次吃法式吐司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觉得它跟一般的吐司不一样？它是有。有沾蛋汁去煎的，其实我也很想做给彤彤吃，可是这个很简单做，可是如果你光吃这个，听说口感不好。哎，我的面来了，谢谢。我的番茄意面。对啊，就是台南的汤是意面，台南的意面，然后汤是番茄汤而已。好，我这也来了。锅烧意面的意面。好，彤彤要吃一点我的面。然后这个番茄意面是89元。所以我们这样总共吃了多少？其实我有单子，不用自己心算了。总共吃了233元，因为饮料加价多15元，要不然本来是218。233啦，总共233，233扣掉15块的饮料钱，就是218。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，他这边有几点的活动。要帮你加方面还是要帮你装吐司？吃一点面条吧，热乎乎的。你还是想吃吐司吗？妈妈再点一片吐司。面。对啊，加一点面。我们昨天看烤肉的影片，我们喝的是也是蔓越莓苹果汁，里面有苹果果粒，我们今天就再来喝一次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好像没有果粒。彤彤，这个不能这
我先帮你夹面条了。这是厨师给。我帮你夹面。要夹吗？不用的。你可以先吃一根薯条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上面附了一个沾酱，是沙拉酱，在这边这样子摆盘很好看，一大盘。你可以吃吐司哦。我上次点了之后，我就很期待看到你点这个的反应。你看，先放旁边。没有很厉害的感觉吗？它是汤啊，妈妈说它应该汤是番茄汤头，是有加番茄的。我怎么感觉它面没有？面就是意面，但是跟一般的面也不一样哦。对啊，意面是比较卷的。然后这边这个是它的几点活动，它满70元有一点。这个熊熊的头图像头贴就是它的点，满10点就可以免费送一颗套餐。我们几点了？8点了。对啊，我们快满了，我们下次就可以免费换一个套餐了。嗯，其实我们已经早就疯狂台客套餐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就这样开始吃。其实我们早就挤满了，只是有好几次我没有带手机，忘记带，就没有那个没有办法挤。这几次其实我就有记得带。好几次吃都是临时决定的，临时决定不知道吃什么就吃这个、啊、哦，吃的眼镜都是雾了。吃面的时候要把眼镜先摘下来，近视眼的坏处，对不对？所以总要好好爱惜眼睛啊。近视眼的好处就是可以防蓝色眼。可以，你也可以用戴护目镜啊。应该说你没有近视的人，你可以戴没有度数的眼镜，或是有人只戴那种镜框，是拿来当装饰品的。番茄汤吗？小孩好像都不喜欢番茄跟茄子。我只要面。那你要这个章鱼？这是章鱼还是飞碟？还是火箭？火箭不。我要火箭。你要吗？那降落在哪里？降落在你的碗里。头被我破坏了。他这首歌的开头好像梁静茹的那首轰动，就记得情书还是轰动。不是王菲的歌，然后就有一首歌，开头一样。就是那个什么《拜雪女王》的那个片尾曲啊。现在年轻人是不是没看过《拜雪女王》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剧了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还是很新，前几年而已。十几年。你几年了吗？
啊，西丽人，西瑞凡那个西丽人，不是也是前几年而已。就像我们现在看琼瑶的感觉一样的吗？对年轻人来说，琼瑶现在，琼瑶在大陆还蛮红的，所以已经那么久了，琼瑶都已经八十几岁了。所以这些东西对你现在年轻人来讲，他们没看过。对那种大学生啊什么的，我觉得那是很新的剧。还珠格格都已经是十几年前了，快二十年了。天哪！还珠格格好像二十年了。哎、欸，你吃了，你现在终于吃了，我想看你的口感。你一次吃两遍怎么样？没有把嘴嚼。嗯，因为你是第一次吃，我吃过了，好吃吧？嗯。有上次吃他们玉米蛋饼的感觉，是甜的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又配薯条是咸的，猪排是咸的，咸甜咸甜的。如果是要吃我玉米蛋饼，是上一次片的。你这样很专业，同事很专业，然后还说比这边会学我，小孩子都会复制大人行为，真的。好了，我就记录到这边了，我们继续吃了，拜拜。好，我不一定会放，拜拜。我不一定会放链接，看有想到就放，有想到就放，拜拜。没想到可能就会在这边放这边。拜拜。有想到怎样？我刚刚没有拍。没想到的话，有可能会在这边放这边。好，拜拜，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假日，大家拜拜。反正就不会在这边放这边，放这边。我有想到，我有记得就放这边或这边。芋泥蛋饼的影片，拜拜。